谢谢。一天仙女来你的咖啡厅上班的时候，工作人员看到有没有很惊讶？对啊，本来要离职的话，我就决定就是对对对，就今天先不离职。对，然后我看现在 Facebook 很多老板娘都不穿衣服，我有穿，我穿是雷戴斯的内衣。对，难怪我们刚刚外面挡了好几组客人，不让他们进来。真是不好意思，但是谢谢他们的支持了。是，他们还是很努力的保持面部淡定。对，心里面非常的激动。对，就我刚刚跟你去美稿也是这样。深呼吸哦，对，因为真的它的效果让第一个当然是你最大尺度的突破，是再来真的也是因为雷戴斯让所有的女生朋友们真的看到非常扎实的感觉。对，对没错，因为它最厉害就是雷戴斯虽然很漂亮哦，但是它每一件内衣都有它自己设计的巧思，还有它机能在里头。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像我自己的今天穿的这件是雨量真水，是它最厉害就是你穿出去想说，哎，不是说里面有什么衬垫吗？怎么没感觉？没错，它就是让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它最轻最轻，它只有十克不到，对，非常舒服。真的真的，因为我们女生朋友们在穿着内衣的时候，不单只是要烹饪而已，重点要舒服。对，不然弄了一整天，其实会腰酸背痛，会卡的边边都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穿得太厉害啊，我走路会一直往前倾。哎，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夸张说自己了，是不是？这头发太厚，在梦里了，在梦里讲往前倾也太夸张。重点是我觉得，而且雷戴斯最棒的是，它可以让女生的那个整个曲线变得很挺。这个是很重要的，对，然后很挺之外呢，它每一个设计的细节都很漂亮，像是它的肩带，我今天穿这件它是有双肩带的，是，所以就算我们可能穿比较 long 一点的 T 恤啊，或者是比较现在流行欧美型的设计啊，穿起来它稍微小露也还是很漂亮，对，就是不经意的当中让大家分享这个小性感跟小魅力哦。那当然雷戴斯公布了这个 Sandy 变成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全新代言人之后，我们收到了各界好多的粉丝跟你的那个喜欢你的各个好朋友，还有业界的朋友，很多的提问，我们收集了一下，来问问看先，好不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问题拿上来。好，请抽一颗，抽。哦，好可爱哦！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哎，我帮你开了。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设计哦，都是以球状物为主，对不对？要让大家看到圆融跟圆满的感觉哦。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怎么样？你可以面无表情讲一些不得体的话。我其实是得体 dirty， 对对对对，我是得体兼具 dirty， 对对对，好 dirty， 因为我看得出来大家很 thirsty， 我们要一直讲下去是不是？前面押韵大会了哈。好的，第一题很重要。好，请问代言雷戴斯，我不问价码这么俗气的事情，不能问。对，请问一下，令尊宪哥，这的反应是如何？还是你都还没告诉他？你不问价嘛，但却问了另外一个俗气的问题。OK， I'm sorry， 没有啦。其实我有跟他提了一下，然后他说我可以代言内衣嘛，他就是淡淡到然后他说糟糕，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说那个佩岑姐姐有代言过，是哦，哎，就比较好一点。我说记得吗？以前啊有一广告嘛，考过来，记得吗？然后他就说，可是那个尺度啊，什么什么，然后除了尺度担忧，他也怕我就是家丑外扬啊，或者是撑不起场面啊，是，或者是你知道这些。我说不用担心，再怎么样雷戴斯一定有办法。对，然后拍起来也很漂亮。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也跟他保证了尺度大概就到这边，是，所以我也有跟他提到就是关于甲状腺扁桃腺，那他也就接受，他说好吧好吧，那大概就这样，不可以再夸张咯。对，然后我想说好，但是我跟他讲说，但我有因为这个帮他接看有没有别的工作，他说哦怎么样还可以受惠，因为我而受惠。对，我说看看那个雷戴斯要不要出男生的内裤啊，对对对，okay，然后让他能够来穿。真的，可是来几经考量，觉得哦这个销量会不好，所以就又把它拉掉了。OK OK， 我觉得你帮雷戴斯考虑好多，对，我很爱他们。对，而且不单为男性消费者的需求做一些未来的规划，重点还是针对老年的一些未来。是，非常好，因为设计有动的啊，或者 OK OK。你不要再乱讲了，所以知道宪哥的反应啊，而且我觉得什么叫家丑外扬，你不要乱讲话，是不是？完全会以女儿为骄傲，光宗耀祖。可以，对，光耀门楣，对不 对？以后在族谱上就可以刻上这个印记。哎，大家都有在拍哦，阿公，阿公，你的招生就搞哟。对，以后过年拜年，雷戴斯，我那个招生就搞哟。对，以后过年拜年就要穿这样，好不好？过年穿这样子吗？对啊。可是像我阿公桌球社的社员也会看到哎，这样会太害羞了。然后突然阿公的桌球社，他平常都看桌球而已。对，以后哎，阿公不
怎么桌球今天又换成篮球来打啊？因为雷戴斯是两针水，对，我们让不管什么球类都能够一次掌握哦。好，完蛋，我被你害死了。好，我们下一题开始，都不聊这些有没有？好，不能这样，我们要有气质。是的，是的。好的，来，请抽下一颗。好，来打开哦。好，我们今天大概就准备不要太多好了，我们就三题，好不好？好，看第二题要问女生。哦、oh, ，好，这个问题很重要哦。请问在接内衣代言的时候，在拍照前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准备，才可以像这个 Sandy 一样，这个整个的上围非常的蓬蓬的、润润的？哎、oh. ，老实说，除了当然就是保养啊，擦一些保养品啊，然后运动啊之外，我真的不用太担心， oh. 因为雷戴斯的设计真的很强，它各种不同的款式都有办法让你看起来很厉害。是，但蓬蓬润润这件事情呢，你就是当天到现场，然后交给他们的，要么就是苹果肌，它可以拯救；是，要么呢就是像我穿这种明亮真水，它里面这个衬垫呢，它是有水跟空气结合的，非常轻松就能够达到很高级的效果。是，那我个人唯一担心就是怎么办，穿上一丝无挂太舒服，不想回家，不想工作。哦，因为太好穿了。是，所以其实在拍摄之前没有特别预备什么，但唯一一个就是回去找各界的广告。是，然后看看，哦，对对对，靠过来，嗯，那我平常不是就在穿吗？对，所以根本就不用做什么预备。哎，所以你本身就已经是雷戴斯的爱好者了。是，因为大概四五年前吧，就已经有在穿，然后也穿得很习惯。其实很多人会担心说，这种比较有机能型的内衣会不会变成夏天穿的时候很热、很不舒服？尤其像我要工作啊，可能会穿各式各样的洋装，再配一个背心，再配一个什么。其实真的还好，因为它旁边有很多的设计，不管是透气啊、舒适啊、柔软度，都帮我们女孩子想到了。对，所以我其实穿得很习惯之余，这次拍我就说，哦，你这是升级版，对不对？他说，哦，你怎么知道？我说这是新款嘛，因为这个柜上还没有。对。非常非常熟悉，所以跟雷戴斯合作的这一段时间会让我觉得很像有点回娘家的感觉。对，然后这个会员制呢也都放在我的手机里面，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对对，我用累积点数的。是，我觉得这些点很可爱哦。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你已经穿了4年多5年，其实这个就是要给所有的女性消费者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你的内衣要选对，才可以把你的体型矫正到最好的位置。是是是，因为如果你一直穿不对，其实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后面的肉越来越厚，然后收不长到后面去的感觉。对，那你穿对内衣，你每天也可以跟自己喊话，就是雷戴斯中央五位人集合，然后大家就集合。OK， 大家集合之后，你就可以带着一个自信心，然后很漂亮的走出去，然后今天的工作一切都会非常的顺利。就算我们平常可能有点驼背的困扰啦，或者是身形没有自己那么满意啊，你也可以通过好的内衣、对的内衣，然后把它撑到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其实你就真的很自然，你就穿一件，你就会忍不住爱上它。对，我们就好可爱啊，精神非常抖擞啊，还叫他们集合，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感觉你的力量好大哈，大力量大。来，谢谢。来，我们再抽最后一题。好，来请 Sandy。我觉得他们会很高兴，只有三题，接下来会越讲越疯。第三题粉红色的，对，第三题不知道你要唱什么歌，对不对？好，我来哦。没有在怕。总经理会怕吗？哦，不会怕，因为待会邀请你来唱一首。总经理加油哦！总经理好好，跟我们穿一样，穿粉红色。真的，好的，来，请问。应该不难了，要请问一下，怎么像 Sandy 姐姐一样有自信，然后像你一样正？哇，真的假的？这么好？我觉得其实女生在很多细节上面都会有很多很在意的地方，是，比如说刘海突然长了一点点，就啊不行不行，这要修掉；指甲弯了一点，就不行不行，这个要调整。连可能跟姐妹们出去啊，只不过是去吃个饭，2个小时是，也要找衣服找好久，所以真的是魔鬼藏在细节里。所以虽然内在美呢是平常不会穿在外面露给大家看的，但是你要挑选适合自己，然后让自己穿得很有自信的服装。就像我刚刚讲的，按照不同的时间，按照不同的季节，或者是不同的场合去搭配自己适合的内衣。像我今天要穿这一套这个雨亮真水呢，就希望让大家看到有一点性感小女人的那个感觉，就我平常比较少出现的样子。那我刚刚有提到一个一丝无挂，它就是在居家可以穿的，非常轻松，没有缝线，然后甚至在家里面就这样穿，然后配一个罩衫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啊，像是靠过来这个呢，虽然他们觉得
是要在有知性的时候穿，但是我觉得它设计太漂亮了，我觉得夏天呢偶尔这样小露性感，或者是稍微给大家看一下事业线，其实也还蛮不错。那最后当然就在运动的时候，我这次拍的这个广告呢，就是穿 Lady Sport， 它里面的这一件呢，就是一件紫色的印花很漂亮的一个运动内衣。那它有太多太多优点，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我觉得重点就是知道自己要在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自己永远都是最舒服、最有自信的状态，呈现出来就会很有魅力。没错没错，因为女人的魅力，人家是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是讲究来的，而不是将就来的。千万不要将就，你越将就他们就会越溃散，真的真的就是会觉得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女生的这些小魅力啊小性感，雷戴斯也是帮大家研究出来的哦，所以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细节，雷戴斯帮大家好好掌握了哦。那今天是邀请我们全新代言人现身说法，我们也要透过模特儿的走秀展演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春夏新品，好吗？那我们要请代言人请起立，请